我们今天从第七章开始啊，第七章开始。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第七章第二节，这个 genealogy，现在应该大家都会发这个音了吧？啊，这个族谱 genealogy，genealogy 哈。这个注意一下，重音是在 a 上面哈。genealogy，genealogy。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后面数字后面不加 s 是指的是什么数字？对不起，Abigail。比如说 22,000，不加 s 怎么加 s？22,600，你觉得应该什么地方要加 s？不太清楚。Numbered，这个地方指的是他们的数目，他们的人数。这个现在讲的是他们的人数。The descendants，这个 descendants 不是加 s 了吗？Descendants 是复数。OK，他的后代的人。Oh, hundred thousands。No，不加。22,000，那个 thousand 后面不加 s，600 后面不加 s，是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地方哈。如果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 600s，OK，600，但是在讲数目的时候，22,600或者是你这种在数字里面在读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是不加 s 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我现在这一共有 five millions，有五，比如说是500万个，你现在这里面的房间的数目有多少啊？房间到底有多少？five millions，它自己本身的时候，million 是一个单位。一个 million，两个 million，five millions，这个时候加 s。但是在讲数字本身的时候，22,600，这个地方不加 s。对，没错。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14节。十四节好，好，15节，好，15节来，怎么样？啊，15节，它有一个，这五节不是 Marky took a wife from among the Arpites and 是两个人嘛，and the Supites and 后面它也接着 his sisters 不是？他说了两个人，为什么是 his sisters？那这个 his part，他为什么不是 their sisters？他是指他自己本身，Marker 自己的姐妹吧，Marker。Marker 不是他的妻子吗？His sister's name was Marker。我看一下。跟这个中文 Marker 是他的妻子的，后面有一句，因为16节他16节是讲到的，16节讲的这个 Marker 是他的妻子，不是他自己的姐妹，是这个户品和庶品的妹子姐妹。OK，我们看一下我们其他的版本的圣经，7章15节。7章15节。
一张十五先我看一下。我的其他圣经的版本也是说，his sister's name was Maka。his，所以如果是 his 的话，一定是 Makers 的姐妹。那可，那十六是他，这个是他的妻子啊，这个是他的妻子，不是这个，不是马可的，不是马可的姐妹，他是他，你看他这个版本的汉语翻译，他也是说是这两个人的妹子，人家马家第六章，哦第六章，look，第六节他说发了，音不第一六样，look，看到，OK，节，音很像，OK，就像啊，啊。玛丽，这个此玛丽非彼玛丽也，OK，七章十五节，MaaCah，这是她姐妹的名啊，字两个，OK，啊，后面的另外一个呢，她的是，在哪里？第一句话，Max wife 是吗？OK，Maker's wife 。OK，MaaCh，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地方两个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我的赫赫版圣经跟那外个面的不 NIV 一的样版哈，本里面的时候，是翻名字拼法是不一样的。我的版本里面这个地方，Maker's wife 是 MaaKah。所以那我不前知面是道。说是，但是他这个版本的这个汉语翻译，他也说是这两个姐妹，不是对他自己的。对，这个我就有一点不太明白。这个我不太了解，确实不太了解。His sister's name, his sister 应该是他的。不知道，这个应该是他自己的妹妹，要不然就是说，不太清楚哎，难道是太太现在都流行叫妹妹吗？不太了解，这个地方我就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地方讲 his sister's name，right？这个不清楚。不知道，呵呵，无解。你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答案。我刚才也放了一个其他的版本的，好像也是一样的，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OK，OK，okay, okay. 太少的那个，那或者是那个时候就流行这样叫吗？太太变妻子变妹妹了，姐妹。那 his，那可能他们名字一样，也有可能，他的妹妹，他自己的妹妹和他妻子的名字一样。有没有可能这样？Yeah，我的版本里面的两个拼写的方法是不一样。就是说，his sister's name，哦，我这个也是一样，没错没错，两个是一样的拼写方法，只是都拼成 K M A A K A H，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如果找到答案再跟你分享，不知道。好，谢谢。好，谢谢啊，不好意思。OK，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您请看，第八章的第七节。第八章的第七节，OK，好，第八章第七节。这里还是那个 deported 的，前面的第六节。那个 were deported to Manahath，这个好理解哈、啊，就是被驱逐出到这个 Manahath 到这个地方。然后第七节呢，他说这三个人以后呢，who deported them，就是他们驱逐了这块儿，这个 deported 还是没太理解这块儿。您看一下，讲解一下，谢谢。
who deported them. Okay, 前面说, there were descendants of you, were heads of family given life to. Heads of the family of those living in Gibeon and were deported. Okay, were deported. 那是被流放，对，被驱逐出境，对不对？被驱逐到什么地方 ？Manahath，赶到那边去生活，离开你本家，本来在广州，现在给你赶到东北去生活，就类似像这样子。OK，苏武牧羊，叫你到那儿去牧羊去了。OK，好，were deported to。 Right. Okay. Okay. 这个好理解。你看下面第七节那个 who deport them， 他这个把他们驱逐去的这个 them 是，我觉得你要先重点是在这两点。重点是在这两点。 These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Ehud. Okay. Ehud 这些 Ehud 的后代，他们都是那里的族长。 对不对？家里面的族长，一个族一个族长，而且 and of those living in Geba， 他们本来就是住在 Geba 地区的这些居民的族长，他们全部被赶到东北去了。Who were deported to Manahath, right？好，这个两点的后面呢，就是说哪些人被赶去？OK， 所以是这三个人举例的这三个人 ，Naaman, Ahijah, and Gera， 这些都是被赶去的。 嗯，他后面是冒号啊，他放了冒号，就是说有哪些人被赶去了，被赶到东北去了，就这些人被赶去了。Who deported them, and who was the father of? Okay, 他们呢都是Uza 跟 Ahihu 的这个爸爸，所以就不能当一个正常的句子来看。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应该就是指说被赶去东北的，赶去那些地方 Manahath 的地方的是哪些人被赶去？如果这个句子要改变的话 ，Who were deported？ 独立开来，就是如果说独立开来的话，没有两点的话，你另起一个句子的话，这些就变成被动 Who were deported？ Right？ 嗯哼，或者说 they deported to， 像 they were deported to， 嗯，the place， any place 啊，可以说一个。但是他这里就是一个 deported them， 驱逐了他们，就他们被驱逐了，应该这里应该是被动，被驱逐了，被驱逐出境了。然后他们的父亲是Uzza Ehud。 这个我总感觉这块应该用被动。 Deported. Okay, 这个后面 Gera， 注意这个 Gera， who was the father of Uzza and Ahihu? 所以这个 who， 第二个 who， 这个 who 指的是 Gera， right？ 他是 was the father of Uzza and Ahihu。 OK， 指 Gera 的两个孩子 ，OK， 然后呢 ，Ehud 儿子 ，OK， 他指的是 Ehud 的儿这些孩子们 ，Ehud 的后代，他的后裔全部都被赶去了，都被掳走了，全部都被地解出境了 ，OK， 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地方是指他的哪些孩子呢？ Naaman, Ahijah, and Gera. 然后 who deported them? 这个 who 指的是 Naaman, Ahijah, and Gera. Right. 这个 who deported them? 是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 who deported them? 这个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是跟这两个点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看一下其他的版本是怎么说。好的，看看其他的版本是怎么用的。第八章是不是？对，第八章的第六节。第六节，第八章的第七节，八章七节。啊，你先考证一下那个
我说一下这个七章十五节，刚才那个妹妹又是妻子，那个是马吉曲的妻，他这个妻是另外人的那个妹子，他这一段他是考证过，考证过后他的这个 his 不是这个马吉，所以要搞清楚一下，他的这个写的是不明白，但他们是考证过的，那个马吉的妻就是叫马家，他这个马家是户品和书品的妹子，并不是马吉的妹子，不是他的妹子又当他的妻子，这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叫CC Bible Study 的那个里头，他有这么一字一个字的解释。那他这里应该用 her sister's name words。对，他是因为他没有连上，这个 his 根本不是那个，不是前面那个，他没有，他这个句子是断开的，并不是连上的，就是说他本来的原来的文章翻译原来的原文翻过来的时候，这就是断开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书品跟那个什么品，那个他是那个叫书品和那个什么的那个妻子，对，书品和户品的妹子的，并不是马吉的妹子，这个写的就是估计是这种翻译，从那头翻译过来的时候各取各种那样的。如果要用 her 就对了，他不是 her， 那是 his。 他不是 her 的，他没连着，这个句子并没有连着，这中间断开好了，你断开你就当中间缺失一段好了。中文这个翻译户品跟书品，很可能他们又根据什么东西去考古考证，或者他们认为是什么时候就加上去了。然后这个刚才就现在在查的这个八章七节，这个有一个吕振中的译本，就是以呼的儿子是乃曼什么亚西亚和是有这个他使他们流亡，他生了这个乌萨跟亚西呼，这个也不是特别明白，就是说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文章翻译，他就是这样，他是没有接着。他的这种被动式的这种方式，他是跟那个原文翻译过来的时候，他是有这种被的这种关系，但是这个指代确实不清楚。OK， 我上一下那个另外一个版本的那个，看一下那个圣经。OK， 第七节，第八章的第七节的地方。OK， 这个是我们 NIV 的版本。OK，NIV 是说 ，deported them。Who deported them, right? 这个地方我们不太清楚。Okay, 但是在 ESV 的版本的时候，他除了说 Naaman, Ahijah, and Gera, that is Haglam, 他又多了一个 Haglam 这个人出来， who fathered. 所以变成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又多出来一个 Haglam, who fathered Uzzah and Ahihu。是这样的，历代志研究有人写的那个圣经注释上有说亚西亚在原文中的写法与亚俄亚差不多完全相同，故此乃曼亚西亚这个两个人的名字很可能是抄录时有误制，然后亚这个也被掳去，他直译就是从希伯来文直译过来，就是他掳走了他们，与第六节是一样，细节不详，这是 SDA 圣经注释，就是说事实上圣经注释本身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那个纠结的，问题出在原文希伯来文呢。所以这个地方有点无解。喂，苏珊老师，他那个就那个吕振中那个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他现在有那本字典，说的
哎，六对照，有什么希腊语什么什么，啊、其中有个吕振中。那个就是对，有吕振中有翻译过一个版本，他翻译的那个话就比较大白话，类似于我们这个雅各书字对字翻译就这么写出来的。当然他参照的是那个原文，所以他的那个话特别啰嗦，就是句子都极长，书也特别厚。我们叫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CC Bible Study 上有引用他的，但他写的就是大白话。就是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用那种很漂亮的那种句子，所以他就是句子翻译出来比较长。啊，吕振中，他不知道是哪国的人哈，我就看有挺多书，但是咱们那个圣经里面查一下就查了，行，对，你在网上查一下就行了，谢谢，这个没什么太大意思。这个上面也有这个注解，就是。马吉娶的妻是户品书品的妹子，名叫马家。书品户品，有学者认为应修正为事件西佛，也是圣经注释。就是这种那个，所以他们有的可能翻译上并没有把它列在这里头，说马家是两个便雅悯人户品书品的姊妹。是马吉的妻，所以那个这个他就这个文章里的就是原文、原文希腊还是犹太原文，这个他是一样的，他应该是把户品书品两个人当成一体，包括这个马家都当成便雅悯人来看待了，所以他。本节含义就是不清楚，那个圣经注释本身也在这一点上认为那个不清楚，说有的人认为马吉娶了庶品和户品族人的妻子，有人认为是娶的是户品和庶品作为妻子，所以这个含就是原文含义非常的含糊，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儿纠结了。这是圣经注释上都各有各的说法。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怀孕 ，conceive 是吧？嗯，是不是那个 pregnant？ 嗯，就是第23节。第23节，八章23节吗？八章23节。好，没有啊，八章23节没有怀孕呢、啊。那是哪一节？对 ，pregnant 23节 ，pregnant， 对 ，pregnant，because pregnant， 七章23节吧，是不是？一章23节有个怀孕，七章一章23节，哦，怀孕还有个厄运，那个还有一个下面还有一个 miss fortunes， 就是应该是那是厄运的意思，厄运，上面那个是怀孕，七章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 ，OK， 好，怎么样 ？Pregnant，OK，、okay, 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这个不也是怀孕的吗 ？Pregnant 是就是怀孕，就是怀孕。咱们学那个雅各书上有个 conceive 跟 pregnant 都是怀孕的意思，但是 conceive 是一个动词 ，OK，pregnant、okay, 是一个名词。哦是一个形容词、哦、She was pregnant 表示她现在怀孕之中，她现在肚里有个 baby。 Conceived 是一个动词，它包含的更广泛，它可以讲孕育，我有恶念，恶从胆边生，我现在这个恶念已经在我心里孕育起来了、哦、这个地方的 山林水秀孕育了后来的一代伟人，那个孕育就可以用 conceive。 所以、哦、孕育这个字本身 conceive 这个字用的范围很广。
你有好多种说法可以说她怀孕。然后 misfortune 是指她很倒霉，这个倒跟孕不孕是没有关系的。 He has been misfortune、had been fortune。 他们家里面比如说厄运连连，这个是厄运，很倒霉的事情，很多的祸害，很多的不幸，叫 misfortune。 misfortune misfortune misfortune、fortune。 所以这两个，这个一个是这个这 misfortune 这个词啊，就是厄运。对，厄运就是非常不幸遭遇的祸运。比如说他们家三个人都癌症，一个车祸，又一个人跳水自杀，哇，这个家里面太可怕了， misfortune。 哦，这种叫厄运。 OK， 嗯，好，好，谢谢。人常常会对这种事情会有做特殊的联想，如果他们家这种惨事接二连三的发生，我们就觉得哇，一定有什么哦不可见的力量了，又他们家哦是不是做了什么倒霉的事情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叫 misfortune。 OK， 好，明白老师。嗯，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那个七章四十节麻烦你再给我解释一下好吗？七章四十节怎么样？四十节那个他有一个挑选那个什么那个 choice man， 您说的挺好的，我就当时没记下来。 choice man 就是说挑选勇敢的那个武士啊。 choice 是吧？ choice， 嗯，Choice man 是什么意思？百里挑一的，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啊，就是特别特别不一样。Choice man， 嗯 ，OK， 所以都一定是人中之龙啊。我们讲的哇，都是百里挑一的啦，这个意思。百里挑一，还有后面那个 brave 那个 brave warriors， brave。Brave， 我们会去过这个 brave。Brave 是勇敢的意思。勇敢的。对。Warrior。Warrior 是专门战士，专门是勇士，专门是会打仗的人，叫 warriors。嗯。OK， 所以 warrior 是战士、勇士的意思。OK， 勇敢的战士 ，warriors。专门去打仗，他职业就是打仗的人，这种人叫 warriors。这个就是百里挑一的，就是勇敢的战士。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意思就是指说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人，都是很有成就，都是人中之龙，人中之凤。所以是 heads of family， 他是家各个家族的族长，这个就已经很厉害了。Choice man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精英一样。OK， choice man 他们都是很出类拔萃的。OK， choice man。Brave warrior， 或者是在那个时代人最重要的嫁丈夫，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看人优秀不优秀，体格很重要。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你勇敢，你会打仗，这首先你就压倒一众男人，对吧？所以是 brave warriors。 然后 outstanding， outstanding 是非常出类拔萃的。 outstanding leaders， 他们是领袖人物。好，所以他们的子孙都是这么厉害的人，他们这家族这个基因就非常强大，非常厉害，所以里面走出来的人都很不得了。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没有问题了，也没有什么问题了。八章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来讲。我们的那个雅各书哈 ，OK， 我们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的二章，我们今天好像是今天是要讲第几节了？我们看一下第二章。OK， 大家知道今天要讲第几节吗？第六节吧。我们看一下哈，第六节。OK， 第六节。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Dishonor, honor 是什么呀？很荣耀，对不对 ？Honor， 你的家长都是跟你讲，你要荣耀父母，光宗耀祖，荣耀我们的门楣，我们姓陈的，把我们姓陈的一家荣耀起来，这个叫 honor。Dishonor 就是相对的意思，你羞辱我们啊，你让我们觉得很丢脸，哎呀，不孝子孙啊，我们陈家有你这样的人 ，dishonor， 所以这个是 dishonor 是 honor 的相反的意思。但是 ，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但是你们反倒你们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注意用完成式 ，you have dishonored， 所以你们反而已经羞辱了穷人。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OK， 这里是个问句哈，注意问句。OK， is it not？ 那不是吗？难道就不是吗？不是富人，富人做了什么事情 ？Exploiting you， 谁知道 exploit 什么意思？压迫、剥削、掳掠、剥削。OK， 这个字完全就是剥削。OK， 利用你。OK， 剥削你。OK， 你有500块，他就想把你的500块给用掉 ，exploiting you。OK， 你现在他要问你的是，你们羞辱的是穷人，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很多时候你是被富人那些有钱的人剥削你 ，exploiting you。那你怎么反而去羞辱穷人呢 ？OK， 这个理论上就有点站不住脚。OK， 好，为什么这样子呢？OK， 后台我看到一个问题啊 ，honor 那个 honor 那个拼法，一个是英式的拼法，一个是美式的拼法，这倒没有什么问题。honor dishonor 的问题 ，OK，H N O U R，OK、okay, 有这个拼法，英国式的拼法。好 ，OK， 后面 Are they not the son? Not the ones? 他们不是 ？Are they 这个 they 就是指 the rich。那些富人难道不是什么 ？The ones 那些人 ，the one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很多时候，难道不是那些富人把你拉到法院里面去吗 ？Into court， 这个 court 就是公堂、公审会、法院里面去。很多时候，你受富人的剥削，富人可有办法，可有办法了。他们把你告进了公堂里面，告进了法院。不是他们把你拉进法院去的吗？其实你是受富人的迫害的。富人其实迫害了你，剥削了你，把你告进了公堂。可是呢，你反而到羞辱穷人。啊，难道你忘记了你被富人剥削的时候，你被富人欺负的时候，你不记得了吗？这些否定的疑问句都是肯定的意思。就是富人剥削了你，就是富人把你拉进了公堂，拉进了法院去告了你，欺负了你。OK， 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他在讲的就是说，这些人很奇怪，人有虐待狂，被虐待狂，你被富人欺负了，富人剥削了你，但是你同样的道理，你也看不起比你更穷的人，你并没有因为
就是说你自己受了富人的欺负，你反而倒看得起穷人，你反而倒照顾穷人，不会，你只会欺负比你更穷的人。好，有没有问题？郑老师，hey, 那个公堂的那个 court 和那个院子的那个 court 是一个字吗？我们院子怎么说？那个是 temple court。哦、oh, ，temple court， 对不对？对，对 ，temple court 的时候指的是里面是圣殿，他们或者他们在里面教导犹太的会堂，在里面上课，在里面教导。OK， 这是建筑物，主建筑物，然后它一定有个院子，有个院墙。OK， 那个院墙，所以在那个墙以内到建筑物之间，那个院子就叫做 Temple Court。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在那里什么卖鸽子了、换银钱了，耶稣一气把他们全给拆了，什么交换换银两了，把他们全给翻了，都给扔了，就是那个地方。OK， 这个 court 是单纯的 court， 就是公堂，就是到公审会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早期的法院的雏形啊，叫 court。我记得咱们经文前面好像也有，就是这个 court， 当时翻译的是院子嘛，没有是吧？那就我记错了。我不想，我好像都是用 temple court， 或者是 courtyard。courtyard 哦，嗯哼。那就是 quarter 这个字跟这前它那一部分是一样的是吧，就是这样子。对，我觉得可是单独用 court 的时候不会是指院子，我理解是这样子。好，谢谢，明白了。 OK， 谢谢。法院好像也叫 court， 法院不是，法院是 court， 没错。对啊，那院子跟法院 很近，可能不知道。哎，这个里头要注意，这个 court 前面是没有 the 的。我的那个语法分析里头有专门提，哦，还没写上。对，今天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它就是前面没有 the， 这个 into court 它就是出庭到法庭，它就是一个习惯用法。但其他情况下，它会加一个 the 在前面。那他就有可能你要看前后文的意思，他到底是啥意思。他这个 into court 就是出庭。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老师，刚才你说这个 day 是 rich， the rich 代表 the rich， 对、right. 那他说一个 devans， 这个 devans 在这里是说人吗？也是人吧？这是个代名词，他们不就是那些人吗？ The ones who， 那些什么人呢？那些把你们拉到法庭去的那些人，把你们告进法庭里面去，欺负你们了。Are they not the ones？ 他们不就是那些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吗？比如说你在路上上学的时候被一群小孩打了， OK， 这一群小孩在学校里一样也欺负你，抓你的头发，拉你的书包，难道他们不就是同样的那一群人？ Are they not the ones who 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你？他们欺负你在路上就欺负你，他们在路上会欺负你，在学校里一样欺负你，到别的地方还是一样欺负你。所以 the ones 是一个代名词，指的就是那些人。好，有没有问题？那 the ones 就是 the rich。 OK， 你不能单独看 the one 就是 the rich， 就这就没有意思了。 Are they not the ones？ The ones 要跟着后面整个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他主谓宾在这个地方是，这是一个问句，对不对？问句，所以动词掉到前面去。Are they not？ 不就是那一群人吗？
那一帮人是做什么事情的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如果你在那里纠结 ，they 也是 rich， the ones 也是 rich， 那这个句子解释不下去了，因为 the ones 要跟后面连在一块解释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那些拉你去法庭的那些人，他们就是欺负你的那些人，他们不就是那些人吗？好，有没有问题？老师，那个 exploiting 是利用的意思是吧？剥削，不只是利用，剥削，剥削，啊，剥削。比利用更可怕，嗯，就是中国人说什么吃肉都不吐骨头的，嗯，那个叫剥削。我叫你上课上，我叫你，比如说我叫你上班，人家上八小时，我叫你上十二个小时，还不给你加班费，这个就是剥削了，是不是？好 ，once 和 who。我不能说什么 once 跟 who 是同一个意思。The ones who 是前导 ，OK？ Who 这个代名词，它后面就是导出来的是一个整个从句。所以 the one who, the ones who， 我们常常有这种用法 ，ones who。He who， 比如说我们看过 he who， she who， they who， OK？后面这个 who 前导的就是要导出来后面一个从句，指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 once 跟 who 本身没有什么对比性， OK， 它是连着用的。你要把它看成就是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它就是习惯这样说。比如说He who likes me, I will like him too. 那些喜欢我的人，我也要爱他，我也喜欢他们。He who likes me, I will like him too. 所有的男人，只要他喜欢我，我就喜欢他。我这个人没不得不挑的。He who likes me, I will like him too. Okay, he who, 我们还可以用 they who, right? Okay, 然后什么 she who, 都是可以的。Okay, 所以这个 who 本身呢，它只是为了要后面引导拉出来一个从句。Okay, who, 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或这些人讲了什么什么话。Okay, 所以 they 跟 who 或者是你在这个句子里面的 ones who right okay, 这些 one who 本身他们是连着用的关系，所以你不能把他们来比较。 The ones who 那些做什么什么的人，故后面就是整个引导出从句来，他们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这是一个习惯的 句型的结构，就是这样子。好，有没有问题？哦，对，引导从句，是的，没错。你的解释更好，是的，就是因为它的功用，那个 who 的功用就是为了引导从句，是的，没错。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我有两个词分不清楚。嗯哼，就是说，你看咱雅各书里面有 anyone， 有还有一个是everyone。嗯哼。你这两个不都是每一个意思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
Everyone 是每一个人，嗯，每一个人 ，OK。Everyone， everyone 每一个人 ，anyone 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那不也是每一个人的意思吗？理论上不一样。OK， 他一定 anyone 一定有一个条件存在，不是 OK。比如说 ，I will give， I'll give apples to everyone in the class。OK， 我会班上的每一个人我都给苹果，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我都给他们苹果，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如果我说 OK， I will give apples OK to anyone who anyone 不能说 anyone in the class，我们不会说 anyone in the class， anyone 一定有选择性，任何一个人做什么事情了， anyone who who clean the floor in the class， 凡是在班上把地给擦了的人， anyone who anyone who cleans the floor in the class， 我就给他们苹果。所以 anyone 通常都牵涉到条件，任何一个人。 everyone 是每一个人我都会给， everyone 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条件， everyone 每个人都有，很公平的。 anyone 的话呢，通常是要看有条件性的。光从字面上好像就是都一样，这一说用法字面上你感觉不出来，对，没错。好，这两个句子放在一起就明白了，老师。因为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说话里面，汉语里面，我们就对于这种代名词这种东西就不清楚，不太清楚。嗯，我们的东西，其实我们的语言是很含糊的，跟我们的民族性有关系，我们不喜欢讲的太明白。但在英文里面是说的很明白的， everyone 跟 anyone 不一样。OK， 所以你说 every day 跟 any day 一样吗？也不一样。Every day 是每一天都这样做， any day 就有可能有条件性，任何一天。那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就是 anyone 或者 any day。Anywhere 就是相当于这个，就是说在后边肯定是有东西来，一般都会有东西解释清楚，没错，要解释的。而那个 anyone 不需要解释的， everyone 就每个都行，只要每个人都在这个班级上，每人都可以拿到苹果，没有什么条件限制。Everyone OK， 明天大家来哈，每个人都拿着苹果，每个人都拿着包子，每个人都可以吃水饺，只要你在我们班上 OK， 大家都可以吃水饺，都可以拿包子，都可以吃苹果。 anyone 的时候，其实他在讲的是有条件性的，任何一个人，明天穿绿色鞋子来上学的人就可以拿苹果，任何一个人。比如有没有，你没有看过有一个店说什么故意耍噱头做广告，哎，我们这个店明天来上门的客人只要姓王的都可以送水饺一克，这个就是 anyone， 不会是 everyone 了，对不对？如凡是上门的客人都有水饺一客，这个是 everyone， 因为没有条件限制。所以不要乍看 anyone 好像跟 everyone 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不清不楚，很相近，但是其实 anyone 是跟着有条件走的。哎呀，这下清楚了，老师，谢谢。OK， 好。所以，如果你讲 every day I go to 什么 school， OK， any day， any raining day， 比如说我说 any raining day， right， any raining day， 任何下雨天的时候我就做这个事情，所以是讲 any。
它其实是有条件性的。 Every 就没有什么条件性， 就通通一律，所有的人明天来上门都拿水饺一克，都送一克水饺，这个就是 Every Everyone。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老师，那个 any 就是任何一个哈？不一定， any 有条件式的。 OK， 明天所有上门的客人每个人都送水饺一个，你是用 every 还是 any？ every 吧。 every， 每一个上门的客人都有，都有水饺。 OK， 明天上门凡是穿红色鞋子的客人就可送水饺一个，那这是 every 还是 any？ 后边这个 any， 因为它有条件选择，你得穿红鞋子来用餐，我们才送你水饺一克，对不对？名字里面有花这个字的啊，明天就送水饺一克。你叫李大花，你叫李小花，你叫张小花，有花字的全部都送水饺一克，这个是 any。 我其实是有条件限制的，对不对？我没有条件限制，凡是只要上门，从早上七点一直到晚上，做到晚上七点，所有上门的客人每一个人都有水饺吃，都送水饺一客，这个是 every， 一视同仁。 any 通常都是有条件性的。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问题了。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再看一下哈。Okay. 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Okay. 先决条件是人都是嫌贫爱富，人反而倒去羞辱了贫穷的人。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而且用完成式，就是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人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 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 但是不就是富人他们剥削了你吗？你注意啊，他们否定疑问句其实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肯定句的意思，就是那些富人剥削了你。 Are they not the ones？ 又来一个否定疑问，其实就是肯定的意思，他们就是那些 They are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他们把你们拉进了法庭了，就是那一批人，这些富人就是那一批把你拉进法庭的人。富人常常把你告进了法庭了，是不是？很多人仗着自己有钱啊，你稍微让我一个不满意，我就给你告死你们家，就是告你，然后把你送进法庭， get you in trouble， 对不对？让你有麻烦，这个就是富人所做的事情。那你为什么还要羞辱穷人呢？好，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看有谁要来读一下，我们读一下这一节经文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读音。Lydia 来读一下。 But you have dishonored poor. 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 Are they not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Good. Poor， 你就很轻松的把它念出来。 Poor， poor， okay， poor， okay， exploiting， Exploiting. Very good. Core 的读不好，我的 core 主要是 oo， 是个长音 oo 的音。Poor， the poor， poor， 对，我行，我就说最后这个 into court 这个不好， court， court， OK， 我读对吗？ Into court， into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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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 就发 o 的音， court。Court, court, oh, court, court, court,
drag you into court. Drag you into court. Very good. 没问题。Thank you. Good. 好，谢谢。OK， 我们再看 Grace 来 ，Grace 读一下。好，谢谢。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 Are they not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Right. 好 ，very good. 没问题。谢谢。Thank you. 好，还有没有谁要来读一读？老师，我试一下吧。好，请麻烦。嗯，谢谢。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 Are they not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Okay, 好，几个音哈，注意 exploit 这个 oi 是 oi 的音。Exploiting. Right. Oi 的音。Oi. Exploiting. 好。Dragging, 这个 A 是梅花音 dragging. Dragging.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不要念 car.不是 car 是 core OU 是发 O 的原唇音 O called court、uh-huh, very good court 好另外有一个词我写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 OK 好这个两个字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好这个看一下哈 POOR 是 poor POUR 是 poor Poor 就有点像破，我们中文在讲那个破罐子破摔那个破 ，OK， 有那个前面有破的音，所以叫 poor。一个是 poor， 一个是 poor， 不一样。Poor 是什么东西倒出来，把它倒出来，倒洒了，倒什么东西都是 poor， 那是 poor 倒出来。Poor P O O R poor 是什么穷人。很穷叫 poor 我的英文很烂 my English is poor 我的英文不好用讲 poor OK so poor 跟 poor 两个不一样你发音看看 poor 第一个字是 poor 啊哈 u 的音 u Poor 对 ，u 的长音 poor 穷 ，OK。那如果是 poor 是倒出来 ，poor 嗯哼 ，so poor 跟 poor 不一样 ，poor 你不要搞混哈，先来 p o o r 怎么发音 ？poor 好 ，OK 好，倒出来怎么发音？Poor, that's right. Poor 跟 poor 不一样哈。嗯，以后我把这个写成个 poor 我就记住了。谢谢老师。好 ，Thank you。好，没有什么问题了。我看一下哈，还有谁的举手的？这个是 Jessica， 来 ，Jessica， 麻烦你读一下。我试一下。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 Are they not the one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好，注意 exploiting, oi 的音。Exploiting. Uh-huh, very good. Exploiting.Dragging 那个是dragging dragging into court uh-huh but you have 注意这个 but 这些都弱读哈然后那个不要 but you okay 那个
t 不要习惯性的 a 就出来了，是很轻的。But you. That's right. You have dishonored. But you have dishonored. Dishonored. But you have dishonored. Uh-huh. But you have dishonored. Very good. Oh, thank you. 好，再来 Connie, Connie 来，谢谢。谢谢老师。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It is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 Are they not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Uh-huh. In the dragging. Court, 这样子。Drag, 那是梅花音。Dragging.Dragging you into court、是这样的吗、right. 老师对 Dragging 那个 a 跟那个 apple 的 a 是同一个音都是梅花音 Dragging apple 一样的、Dragging you into court,、mm-hmm. court? Very good、mm-hmm. That's good 谢谢 Thank you 好好差不多还有没有什么人要读 Ruth 来读一下 Let me try Thank you、okay.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Is it...、哦、注意。你的 poor 都太短。Poor. Poor. The poor. The poor. 好不要 the poor 一下子过去哈。The poor. Okay. 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 The poor. The poor. Very good. 好再来。But you have dishonored the poor.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you? Are they not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No, 不是 car, 是 court. Court. O-U 是发 O 的音 court. Court. Uh-huh.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But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Very good. Very Thank good. You. Thank you. You.Eunice 要不要读？哟，你听着我声音了吧？我不知道开了，读一下。没关系，那个、你读吧。一二三，第四个单词我还不会呢。Dishonored. Dishonored. Honor 是什么？荣耀，对不对 ？Honor， 荣耀、嗯，荣耀我们的神叫 Honor， 荣耀基督 Honor。Dishonor 呢是相反的意思，羞辱的意思。不荣耀了就羞辱了 dishonor 让我们全家蒙羞这个家门不幸、啊、家门蒙羞这个都是 dishonor 就是 dishonor dishonor 谢谢、啊、OK、哎、But you have dishonored poor no 注意 dishonored dishonor very good原他原来那个字是 honor honor 是荣耀前面加了个 dis 现在加了个 dis dishonored dishonored honored honored very good dishonored dishonored very good 好很标准了 the poor no 注意这个 poor ok poor 你们都 poor ok Poor, the poor. Poor. Uh-huh. O-O 是长音 okay. Poor. The poor. Uh-huh. O 的音 the poor. Poor, poor. Okay. Okay, 所以你注意哈，如果你念的太短的时候 P, purr, 这个 purr 我那天讲过 purr 是什么意思 purr 是那个猫叫猫很舒服的时候你摸它的毛它很舒服、它会有这个声音从喉咙里出来 OK 英文里就有这个动词给猫就是 purr 你嘴巴张不开就变成 purr 所以 poor the poor 穷人呜呜一定要长音 poor 如果没有音没有拉长就变 purr 就是猫叫 OK 然后另外刚刚我们讲 pour 是倒出来那是另外一个动词 pour 那个
有一个使女来，有个女人到了马拿香膏倒在这个用她的头发，然后把耶稣的脚擦了，倒在耶稣的脚上。OK， 这个就是膏抹他，这个就是 pour， 倒出来，那个东西倒出来，液体的东西倒出来叫 pour。OK， so pour、her、pour 这三个字是不一样的。OK， 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好 ，very good 哈。所以你的 pour 念的太短 ，per 就变成猫叫 ，per per。OK， 变成这样。所以你一定要念长一点的音 ，poor 才是穷人 ，poor。OK， poor。That's right。poor。That's right。Yes。好，我们刚刚好像还没念完哈，等一下，来。OK， the poor， 然后再来。Is it not? Is it not the rich who are exploiting? OK， 这个地方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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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oi exploiting exploiting loi loi loiting exploiting exploiting very good exploiting you.Exploiting you. 好，继续。Are they? Are they not the ones who are dragging? Dr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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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拉的意思。Dragging.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Okay, 注意 in ing 是英国的in那个。In dragging, 来 dragging, dragging, dragging. 你不要断开来，你念的是 dragging, 不要 drag, 不要 dra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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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ging. G I N G 怎么念 ？ging, 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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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g.Ging, ging, okay. Dragging, dragging, okay.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dragging to you into court. Court, 注意这个 court 的音 o u 是念 o 的音，你不要念 cur， 不要念 okay， 是 court, court, t, t, court.你不要 court 不要拉这么长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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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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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 very good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who are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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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dragging you into court OK， 好 ，Thank you, Jane. Good，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没有关系，